今天吃水果的时候，本来想雪皮儿啊，这个雪皮器还是我从中国带过来的，这个非常好用，美国这边买不到这种雪皮器。然后本来想雪皮儿，我想先雪这个标签儿，结果我看了一下，竟然写着是 produce of China，中国的生产的梨，sand 是沙子，pile 是梨，沙梨，中国产的梨啊，所以感觉很亲切啊，所以在美国这边。吃到咱们中国生产的水果啊，感觉挺好。这个梨其实买了好几天了啊，这已经买的时候非常新鲜，现在已经这个好像是大约是美元是8毛钱一磅，大约是一磅是9两。然后等我买这个鳄梨呢，就是 Mexico 墨西哥的啊，这个它写的是 Mexico 墨西哥 avocado 啊，鳄梨就是牛油果啊，所以感觉很亲切啊。在美国这边吃到咱们中国生产的。梨，从中国运过来的，然后用中国带来的这个雪皮器雪啊。好了，再见了，希望朋友们都健康，多吃点水果，然后提高免疫力啊，拜拜。